Hello， 各位亲爱的观众老爷们，你们好，我是公博呀。那么今天的话呢，我们来玩一个非常小的，不是非常好，一个网页游戏啊。那么这个网页游戏的名字的话呢，叫做 Murder， 谋杀。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画面，就是我们作为一个这个奸臣，对不对？我们要去谋杀这个国王啊。我们就废话不多说，我们就按一下空格，那开始游戏，嘿嘿，对不对？我要怎么？你什么都没有看到，对不对？哎呀，我要憋着这个进度条啊，对不对？你完蛋了！哎呀！哎呀！哈哈！好，刚刚的话呢，那是我的弟弟，对不对啊？现在这个才是真正的我。哎呦，对，我要把握一个好的时机啊！哎呦，你什么都没有看到，哎，你要完蛋了！I will kill you, you son of a bitch！ 你！I am the king！ 啊，就这样，我是国王了，对不对？哦，又有人来要谋杀我。对，哎，你要干嘛？嘿嘿嘿，啊，他被抓走了。嗯，又有人要来，你要干嘛？是不是？哎，我关了好多人啊！啊，他给我点吃的，好。嗯 ，good。Very very good。啊，我们作为一个，不对啊，这是毒药吧？你要干嘛？对吧？没有酒是绿的，是不是？怎么可能有酒是绿色的？你在逗我吗？这些人都当我是傻子啊，是不是？你以为我看不见？这些人为什么又被放出来了 ？Why？ 你来，哎，我。What the fuck？ 我明明在他看到我之前，我要转身过去的，为什么？不行，我要重来。What the fuck？ 国王，你走慢一些啊！啊，走慢一些、啊，不要走太快呀、啊！不要走太快哟、哦！哎，狗是我的了。哦，这一次我是不会让任何人得逞的。我跟你们说，我这一次是不会让任何人得逞的。你出手我就干掉你。哎呦，装的挺像啊，小伙子。你完蛋了。啊，姜还是老的辣。哎，这人怎么那么快就出来了？啊啊，你给我喝的吧。还这个样子特别像要杀了我一样，你知道吗？嗯 ，Let's have some drink。当当当当当，又是这个小丑啊！上一次就是你，我跟你说，他不会躲，他这个拿的太大了，根本就藏不了，是吧？要不然就只能插在自己菊花里面。你要干嘛？这些渣渣，你又回来了是吧？为什么这些人要把他放出来呢？啊！告诉我，我都要看一下到后面是什么样子的。啊！你藏啊！你藏啊！你藏啊！哎呦，这些渣渣！啊，你又来！你当我瞎呀你！真是的。这些人太顽固了，你怎么又过来了？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这下子学会了不是？啊，先跟着我，哎，我先吓吓你，我再吓吓你，怕不怕？啊，不要跟着我了，哎哎，我进去了 ，what？
下一个场景了，对不对？这个侍卫怎么那么长得像 MC 里面一个村民啊？啊，这是个什么鬼？哦，我成功的登机了吗？这个意思是？Yes， 哎，我来看一下，如果说这一次我们这样啊，我不杀他，我让这个进度条慢慢走，对不对？我就跟着他慢慢走，我看会是一个什么样子的，对不对？他老看我，哎，这个刀上面有毒，大家看到没有？刀上面有毒啊！我之前都没注意。我是良民啊，对不对？我什么都不会干的，是不是？你看，国王马上就要死了，你看他老是咳嗽，是吧？当噔噔噔噔噔噔，对吧？我是。你看，只有一个长得像 MC 村民里面的这个啊，这个鼻子好大、啊，我一直跟着他，我就一直跟着你，我看到底会走到哪儿去，不会是一个死循环，我必须杀了他吧？啊？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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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国王，你怎么走那么慢？是不是？你要是再不到某一个地方的话，我就准备干掉你了啊，对不对？我等了一分多钟了啊！你别逼我哟，你别逼我哟，我再给你一个机会，对不对？下一哎，这个地方多出来一个板凳啊！再给你一次机会。对不对？走过这个侍卫，你要是再不去哪个地方的话，你再不进去哪个地方的话，不然我就干掉你。I will kill you, motherfucker！ 哎，这个前方有一个箱子，他也不会拿他呀。Fuck you, fuck you, yes。啊，这次是我们来试一下啊！既然我们已经体验到了当皇上的这种快感，哎，我就试一下被毒死是什么样子的，对不对？不是你，对，我要尝试一下这个被毒死的这种感觉啊！他来了，小伙子，苹果汁是吗？来，给我尝一尝。啊，就这个样子是吧？然后我就，哎，我怎么又操作这个人了 ？What the fuck！ 我又回来了。这个人没有眼睛啊 ！What the hell！ 这个人没有眼睛啊！我怎么能判断出来他什么时候会回头？这个皇帝没有眼睛。What? What? You will die, motherfucker! 这是一个死循环吗？我之前那一次是被他打死的，对不对？还是被小丑？好像被小丑打死的，好像被他打死的，对。那么这一次让小丑打死我，看啥看？啊？你看啥看？对，我们要让小丑来啊！你干啥？我们都要试一下，来，来吧，砍死我！我不想当皇上了。我去啊！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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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上一次就是他。上一次就是他，上一次就是小丑，对吧？呼呼呼呼，嘿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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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哎呀！我越上来就要杀掉你，不管。哎呀！他张一下鼻孔也会这个样子啊？为什么他张一下鼻孔也会这个样子呢？不要啊！哎呀，你什么都没有看到，对不对？下一秒就是你的死期！哎呀，哎，他这醒了一个鼻涕，怎么没有车过来？什么皇上怎么都有这种癖好，穿这种颜色的内裤？来，就是他啊，来吧，就是他，你没杀我了，来来，尽情的来。这就是一个死循环是吗？啊，有一堆的尸体在这个地方，无穷无尽的模式啊，这个是。互相杀过来杀过去，就是这个样子。我们杀过来杀过去，应该是距离。这是什么？属于啊，子子孙孙的来是吗？啊，我把他杀了，他儿子过来了。对，他又把我杀了，我儿子又过来了。有这个必要吗？啊，问你有意思吗？啊，没这个必要吧，咱们何必呢，是不是？好好做一个兄弟嘛。我要拖着这个进度条玩。嗯，我就是不要让你杀我啊，你这个进度条玩了，我看你是什么样子的。我要登机了，我要 ，What the hell？What the？ 这是，不是眼看我就要上位了，这什么鬼啊？好吧，那么咱们今天这一期视频的话呢，也就先到这儿啊。如果说你喜欢这个视频的话呢，不妨。点一个顶，或者说关注一下我的频道，新浪微博都是可以的。那我们就下期再见喽，拜拜。